闺蜜2票房开红盘，三大女神豁出去搞笑。左起，张钧甯、陈意涵、薛凯琪在片中相当搞笑。图华影2018万0305。不同于第一集的情感面，闺蜜二强调姊妹一起开心疯狂，让陈意涵、张钧甯及薛凯琪三大女神都抛开形象，在片中卖力搞笑。周末台北开出391万，全台约1200万的红盘，成为周末上映新片冠军。陈意涵、张钧甯及薛凯琪在电影中不但展现彼此姊妹情深，更表现出强大的喜剧能量。陈意涵甜美呆萌但运气差，张钧甯有气质却爱比较，薛凯琪优雅却又不服输，相当适合带入好闺蜜一起看的电影。其中薛凯琪和张钧甯盼酒量，不想输的薛凯琪更大胆捞出蝎子酒中的蝎子狂啃，引发全场狂笑，大哭女神豁出去演出。也有粉丝惊讶张钧甯开创了搞笑新戏路，直赞他表现亮眼，除了爆笑之外，还有观众也被电影中的闺蜜情感动流泪。